第一个就是，那么还有其他的，比如外伸式的，还有这个一些这种两侧的，还有这种带盖板的，那我选第一个。这个时候呢，也是它会让我们选型钢，比如我们选第一个选次梁，然后选支撑的主梁，那么它是有顺序的。按顺序呢，就导致了它创建节点的这样一个方式。如果我们点反了以后，发现呢，创建的这个就不对了。所以一般节点呢，我们要是可能第一次用啊，或者怎么样，一个看它下面的说明，再一个可能需要试啊。如果发现不对，往往是因为我们点的这个构件的顺序，构件的顺序是反的，是不对的。第二个呢，我们左键点主梁型钢，那么程序会自动创建这样一个绞接的节点。当然，这个对话框呢，有可能是在窗口外面，因为我这个分辨率低呀、啊。那么它也会伴生一个，所有的节点都应该伴生一个它的创建节点的这样一个对话框。这个对话框呢，我们可以，我就认为它是调节这个参数的啊。比如说，这个节点到底有几个呀？比如两排螺栓啊，那么在这输两排，控制可以输两排的。那么一排每一列呢有几个螺栓，可以在这控制。啊，一会儿大家可以我那个大家试的时候呢，我在下面。那比如说螺栓的间距，在这可以输，都可以输。那么还有呢，比如螺栓的样式，我后面还会讲定义螺栓啊。螺栓呢是需要提前输入它的螺栓数据库，而且定义它的样式，这样呢我们才能选啊，比如中国的高强的螺栓、普通的螺栓等等。那不单单是选一个直径啊，因为不同的样式里面呢，可能会隐含着，比如说我们最后统计时候呢，它的数据啊，不单单是一个名儿，有可能它的长度啊，它的一副螺栓里面的配件儿有可能是不一样的。那么还有呢，比如如果有焊接信息，想表达焊接信息，一般呢，比如说我们做节点的时候，这个焊缝啊，这个剪力板跟这个梁的焊缝，如果想表达的时候，可以一般不表达这些东西啊，太细了。而且做这种在工厂加工这些东西的工人师傅都知道，你只要写在说明上，默认是多少焊缝的时候，他实际都知道怎么焊，实际很少把这焊缝表达信息，或者说呢，最后在图上也有其他的表达方法。那么再有呢，比如说叫 cope 这个页面呢，实际是叫做我们叫回切也好啊，也就是一种表达主次梁一种连接的一种构造，也就是默认呢，我可以看到这种主次梁连接的时候，梁之间是平齐切齐的。如果选择这个页面呢，选 cope，什么效果呢？实际就是次梁呢，它会次梁呢，它会什么呢？它会伸进到这个主梁里面去，是一种 cope 这种效果。那么当前这个板呢，可以是左侧，可以是右侧，啊，可以是左侧，可以是右侧。当然，我们这儿也有逻辑板和型钢板啊，也是有区分的。那 cope 呢，实际就是我们所说的。伸到这个型钢里面去，当然 cope 的样式呢，我们说 cope 的样式呢，可以通过这种回切的样式，可以通过什么呢？可以通过我先不选，先选这个边际 cope，边际它的啊，到底回切多少？回切多少，在这儿呢可以看到这上面的这个1到8的这个数字呢，来描述这个 cope 啊。那 cope 实际在日常工作中是还是比较普遍的，这种如果不选呢，它默认是直切的；如果选中以后呢，发现呢，型钢才会做这个处理。
那我们后面还有一些，比如乘组，我们说了乘组呢，实际就是有一种逻辑关系的程序节点这种呢会自动创建的，比如这个简历板和型杠，它自动的创建逻辑关系，实际就是它在安装的时候是按照一个整体来安装的，然后把这个板螺栓拧上了，这样。后面还有 assignment 指定，比如说它的样式、它的材质是什么？啊，它的材质是什么？如果它有描述啊，它有想指定额外的图层啊，它的 item number 等等。那么它也有克隆，可以看到它也有克隆啊。点确定以后，你先看一下，这就是它做 COP 以后的这样一个结果。那么这个不明显以后呢，我们可以切到我们所谓的某一个视图啊，可以看。那么比如我们切到